谢谢陈总对我们perplexed的青睐，我今天给您打这个电话就是想要告诉您，您这支广告今天试镜。这种事儿不用通知我吧，让你们公司的李明玉去处理就好了。哎，我们毕竟是第一次合作，我还是希望您能来一下。没这个必要吧？陈总，像您这么大的公司，我们对您这支广告非常重视。 这次的案子呢，不是我负责，我也不知道您的需求在哪里。李明玉呢，是刚刚入行的，历练还不够。莎莉小姐，我觉得您好像话里有话，不妨直说吧。我呢是担心演员方面，怕和您想象中的落差有点大。 远远的就看见他牵着另外一个女生的手，然后我手里还拿着要送给他吃的午餐。宁可相信世上有鬼，不能相信男人那张破嘴。我知道他在骗我，可是我也在骗自己。谁叫我爱他？ 不好意思，你可能不能投那么低，投太低了我们就拍不到脸了。嗯，你说的这种情形，我也遇到过。有一次，我三更半夜回来，发现我男朋友回短信，结果看到的是另外一个女人的名字，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那样骗我。啊，陈总。 不好意思，稍微停一下。陈总，您怎么来了？也没时间打个电话。李小姐，我看等一下我们先谈一谈广告内容好吗？哦，陈总，一会儿呢，我请您到会客厅坐一下。李明玉，你一会儿好好跟陈总说一下这支广告，你想怎么拍。 我觉得男人还是不要随便告白了好，一定要深思熟虑之后再做行动。什么意思？我觉得告白的事儿得慎重，你自己在那玩的欢没用，看的人只把你当成一个傻子。怎么突然说起这个？你该不会跟贝贝？对啊，表白了，而且死得很惨。贝贝的话，应该不至于连朋友都做不成吧？ 说实话，有的时候我真希望干脆连朋友都别做了，那是干什么呀？一见面只会尴尬。他就是想避免尴尬吧。再说谁叫你平常老是不正经？我从我妈肚子里生下来到现在，我就从来没这么正经过。有时候想想还真讽刺啊，我自己在那啪啦啪啦跟人掏心掏肺完了，别人就把你当成一个玩笑。难道我这个人就该如此吗？ 算了，再见，再厉吧。今天晚饭我请。哎，不对呀，我在跟你说我表白失败了，你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啊？还反应？你是不是？啊？喂，这件事情你自己应该抱着必死的决心啊，对不对？是啊，就算我应该当炮灰的话，你应该掩护我才对呀。啊，你在那儿不管不问的，我真是死不瞑目啊。 看错了吗？哎，于大爷，好了，拍广告啊？自己当 model 啊？啊不，我们今天是来冲浪的。冲浪？哎，你不知道我们 Suffer 自己的地盘吗？哦，你说的就是公狗撒尿画的那种吗？你说什么？再说一遍。阿鹏，大海属于所有人，别理。 我之前看过你们冲浪，觉得有意思，所以我们想过来试一下。
啊，没充过。行，别跟我们抢浪啊。嗨 ，Hello。不抢浪，抢妹总可以吧？谁怕谁呀、啊？有种！果然跟公狗差不多，不过去看看。哎，美女，我是冲浪教练，你们在这边冲浪啊？哦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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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你们好漂亮啊！啊，要不要玩玩？我是教练。导演之前玩过这个吗？冲浪没冲过，不过我之前玩过滑雪板，我觉得这两种感觉还蛮像的，应该不会太难上手吧？怎么样？你有什么专业的意见？业余罢了，称不上什么专业。滑雪呢，地形固定，只要控制好平衡和方向，剩下的只是掌握好速度。但是冲浪不一样，大海复杂多了，冲浪要驾驭的不是你脚下的板子，而是千变万化、琢磨不定的大海。每一道浪都有自己的脾气。也就是说，就像女人一样。可以这么说。这么说的话，那领域算是哪一种呢？像台风，最危险也最难掌控，如果能够成功驾驭，那种成就感无法比拟，很刺激。也就是说，一般人根本没有办法驾驭。晨曦，贝贝，你怎么有空来海边啊？哦，午休啊，正好过来找你们玩。你们要冲浪啊？哦，差不多要下水了。喂，冲浪有什么好玩的？要不玩水上摩托车？我们要打动的应该是这些平凡的女性，她们才是化妆品的消费群，而不是什么脸蛋好、身材好的模特儿。其实我觉得，不管是什么样的女孩，她们都谈过恋爱，都曾经喜欢过一个人。虽然感情经历各不相同，但是共同点是一样的，就是她们都付出过真心，都掉过眼泪。所以，我想用这个作为切入点，唤起所有女性的共鸣。是哪里说的不够详细啊？比如说，李小姐，我觉得这个点子非常好。素人不会演戏，可是她表现出来的一定是最真实的，更可以打动人。是，这就是我想表达的。我想要告诉所有的女性，女人可以为自己而美。看来我以前真的是低估了你这支眉笔。一支眉笔可画不完一整张脸，还需要很多的化妆品的帮助。一个案子的成功，也是公司团队优秀、大家一起努力的结果。我打定主意了，这个案子就交由你来主导。从casting开始，全权由你负责。啊，谢谢您。可是这个我真的不行，很多事情我还要跟文案商量和讨论。再说，拍广告是导演的事情，我只是负责执行而已。好啊，干脆你来做导演，我相信你拍的感觉可能会更接近我想要的。李小姐，我非常信任你，我希望你把这个案子做好，让别人看一看你的新概念。另外你知道吗？这极有可能会影响我们雅致下一季商品的走向。努力吧。这件事情我现在还不能答复您，我还得跟我们老板商量一下。好啊，
记得跟你老板说，这是我唯一的要求。好，我很看好你。您看还有些什么想法的话，可以及时的跟我们联系，我们还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做一些补充和改动。是我爸的身家性命，他辛苦了一辈子换来的。我知道啊。你发誓，你一定会好好守住他，绝对不辜负他老人家这片心意。好，我发誓，我一定用十二万分的努力去回报他老人家，让公司在短时间内上轨道，让爸赚着钱，让爸以我们夫妻俩为荣。如果做不到的话，我出门就被车撞死，下雨让雷劈死。看医生，呸呸呸呸呸！谁让你发这样的毒誓了？我只是想知道你的决心而已嘛。那我说三个小时也说不完。啊，老婆，我决心让爸搬到大别墅里去安享晚年，让你成为上市公司的老板娘，让我们的孩子上最好的学校。不过在这些都实现之前，我想让你做最好的、最开心的、最幸福的新娘。怎么成为啊？我会帮你订一个豪华酒店，你头天晚上就住进去，第二天我会开着加长婚车去接你。老婆，这个是我送给你的结婚礼物，我要让你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新娘，我要让所有的亲戚朋友都羡慕我们。加长婚车，大酒店，这得花你多少钱呀？你我花多少钱都值了。谁啊？这么晚了。哦，我看看。亲爱的，你能帮我倒杯水吗？哎，喂。哦，礼拜天我接。我现在正忙着呢，我一会儿就过去找你，好吗？哎，拜拜。怎么了？哦，有个客户急着找我，我出去一趟。说是一趟，每次都好几个小时。我今天把它解决了，礼拜天咱好结婚呀。早去早回啊。啊，知道了。亲爱的，喝点水啊。怎么了？还生我气啊？我不是跟老板谈事情吗？他是你老板，我就不是你老板吗？你不光是我老板，你还是我心爱的女人。你一叫我，我不马上就过来了吗？哟，你看怎么绷得这么紧啊？工作过头了吧？回家也不好好放松。来，我给你按摩一下啊。哎，怎么样，舒服点吗？没有，
只有一个办法能改变我的心情。啊，你说。星期天陪我去买包包。没问题。哎呦，你瞧我这记性，礼拜天我那哥们儿结婚，我当伴郎，这没办法。我不管，你必须要陪我去买包包，要不然的话我就跟你去婚礼现场。这不好啊。怎么不好了？我现在是你女朋友，我去那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啊。我也特别希望你能去，但你想，我是伴郎，那天很多事儿都需要我忙活，而且我那些朋友你也不认识，我怕你去了闷呢，还是别去啊。我必须要去，趁这次机会你把我介绍给大家认识认识，公开我们俩的关系，要不然每天在家里约会搞得我跟小三儿一样。别说那么难听嘛。你好好好好，那这么着，礼拜天你准备一下，礼拜天中午我过来接你好吗？这还差不多。很痛吗？你帮我弄，一点都不痛。要冰袋吗？没事。你就敷一下嘛，这样能好一点。阿邦，明天我跟奶奶还有明玉出去玩，码头的工作就交给你了。 OK OK No problem OK 好，谢谢谢谢。你不高兴啊？没有啊，只是他们每次见面就吵，搞不懂怎么还会一起出去玩。这你就不懂了吧？这叫床头吵架床尾和，男男女女之间不都这样吗？再说了，他们这越吵得厉害，说明他们爱得越深。最近宋晨曦经常给我讲明玉，看来这两个人越走越近。哎呀，其实我觉得这样也挺好的，真的，以后经常四个人出去玩，对吧？多一个调侃的对象多好。那个英文名叫做 double dating。 够了，我先回去休息了。有时候爱情像是一道难解的谜题，我没有天分。这边啊，糟了，买帽子。直到有一天忽然动起了爱的意义，好可爱啊。我想是因为遇见了你，为你晒干了难过，丢掉寂寞，彼此人心都是甜蜜。把你头靠近我，这是小玉的。大声地说，我要让全世界听到你快乐。我爱你，好吃吗？爱着你，好吃啊。只想要给你100分幸福。我爱你，怎么换一换？换一换。我爱你，不要再怀疑100分幸福。爱你，爱着你，只想要给你100分幸福。我爱你，我爱你，不要再怀疑100分幸福。哎呦天哪，今天真是好开心哦。我已经好久没有这样出来逛逛了。明玉啊，你是第一次到这地方吗？我以前也来过。我跟你说，像你这种啊都市人坐在办公室里头的，就应该要常常出来动一动。那像我们这个野孩子，整天就只知道混，一点文艺气质都没有。他每天就只知道出。奶奶，哎，奶奶，哎，
你一点文艺气质都没有，你应该多看一点书啊。现在开始来不及了。怎么会来不及？你只要有心都来得及。你看我这么老，活到老学到老啊。哎，我跟你说，现在流行那种知性美少女，像你这种阳光粗犷男过时了。奶奶，你太洋气了吧，这都知道。哎，我刚不是说吗，我天天学习，我不能不跟社会脱节呀。哎，我反而觉得你就是知性美少女，再配上他这样的粗犷野小子，哎，这叫做互补耶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哎，我跟你说，哎呀，这傻小子他呀又傻又牛的，可是他很孝顺，而且很细心，也很温柔。奶奶，嗯，不要再说了，今天玩的开心吗？开心，当然开心。可是如果我在上西天之前，你要是能够带我去环游世界一圈，那我就更开心。奶奶，一定可以的，我的船很快就修好了，放心吧。真的呀？嗯。好，拉弓，盖章。奶奶，我先去一下洗手间。嗯。哎呀，真是的。哎呀，小鱼，谢谢你今天啊陪我们跑了这么一整天，我真的好开心哦。奶奶希望以后你可以帮我多陪陪晨曦，你帮奶奶看着她，陪陪她，好不好？奶奶，别这么说，你还有很长时间可以跟她在一起，很长很长。哎，我自己的身体啊，我很清楚，人老了，身体坏了，就跟机器坏了一样嘛。反正就是要淘汰呀。其实啊，我觉得看开一点啊，这也是一种幸福。奶奶，您这么乐观，一定不会有事的。对了，明天别忘了过来参加我姐的婚礼。那当然，我一定到。来，恭喜他们。谢谢奶奶。我昨天找了你一整天，你去哪儿了？昨天我有点事情。怎么了？出什么问题了？当然是出问题了。你的特别助理李明玉小姐擅自带着演员试镜。她跟你说了吗？你说的是雅致的案子吧？那个是我安排的。那是我多嘴了吗？这么大的事儿，也没通知我这个 casting 一声。那是我的问题，我跟你道歉啊。你不用跟我道歉，我就是想告诉你，昨天客户来的时候，看到这支广告，竟然让你的特别助理担任这支广告的总导演。现在他不仅抢了我的活，连你的活也抢了。是吗？这个我倒真不知道。我今天就是想来问问你，我们公司负责人到底是谁？是不是你的特别助理？现在已经越级成了咱们的上层主管了。这个事情没有那么严重吧？那既然出钱的客户都愿意让他做这条片子的导演，我当然不介意，就让他试试喽。于楚浩，你这么惯着李明玉是不是疯了呀？我跟你做同事这么长时间，你都没有这样对我，你什么意思呀？冷静，别生气，别生气。我只是想说，给我们公司下面有能力的新人一个实践的机会。我真的搞不明白。我告诉你，我能在这个公司里踏踏实实地干这么长时间，就是因为我佩服你的专业精神和你永远不妥协的态度。你现在
你现在竟然为了一个黄毛丫头变成这个样子，我真的不明白。莎莉，我应该这样说，李明玉身上有他的优点，我觉得你应该试着。辞职这种话不要轻易说，我希望你可以再冷静一点。这件事我已经想过了，我不会后悔的。 OK， 我知道你对李明玉有意见，我去跟他谈，我跟你保证这件事情我一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。晨曦啊，你去外面买两瓶可乐，然后买点小月饼回来，快去，快去。哎，小鱼啊，你坐一下，坐一下啊。小鱼，奶奶有件事情要请你帮忙。奶奶，您说。嗯，这里面呢是我这些年攒的一点钱，钱不多，但是呢，我想请你帮我保管。奶奶，这可不行。哎，你也知道晨曦这孩子，他单纯又善良，然后朋友又多，如果我把这点钱交给他的话，他不是让朋友借光就是骗光了。交给你我放心，如果他有需要，你再一点点的给他。小玉，你自己答应过我，你要帮我看着他，对不对？来。哎，傻孩子，你不要哭，不要哭啊，不要哭。生老病死嘛，人之常情。你看我现在不是很开心吗？我今天跟着你们出去玩，玩得那么快乐。我能够这样子安安稳稳地过日子，不是很幸福吗？你们也要替我高兴才行啊！我已经很满足了。只是说，唯一的遗憾，就是没有办法看到你们两个人走在一起。奶奶，哎呀，晨曦啊，我跟你说，奶奶今天玩得不过瘾，我想要坐船出海。啊？嗯。哦。大海，我们来喽！奶奶，你想去哪里？你是船长，由你决定。嗯，好，那我们就去济州岛。好，好，我们出发，出发，走。好，右满舵，全速前进。船上不少部件都换新的了。奶奶，原来晨曦没有失业，而且离他的梦想越来越近。可为什么之前的经历不是这样的？好棒啊！难道是因为我的出现改变了晨曦生命的轨迹？我看到济州岛了。来，我跟你们两个人说，以后你们在一起啊，如果是小事吵架没有关系，但是遇到了大事呢，一定要同心协力，一起好好的驾驶人生这艘船，走。
接送到这儿吧，我这就上去了。谢谢你今天来陪奶奶一起出去玩，我很久都没有见奶奶这么开心了。这是我应该做的，我跟奶奶很投缘。哼，那我回去了，你快进去吧。再见，晨曦。怎么了？这段时间，你尽量别去修船，少玩一点，多陪陪奶奶吧。奶奶年龄大了，有时候孤单寂寞，她也不愿意跟你说。你可别忘了，奶奶好不容易把你拉扯这么大，现在是你该回报奶奶的时候。嗯，可以吧？有型，很合身呢。您不觉得吗？对对对对。你怎么来了？爸。干嘛穿成这样啊？我穿成这样不好看吗？你看我穿上这个西装，像不像那个香港那个周润发、刘德华年轻的时候，很帅吧？阿玛尼的。爸。你是抢银行了还是怎么的？啊！我看，我看，这不像是假的呀，应该是真的。什么真的假的呀？这个是2012年秋冬最流行的成衣，对不对？对。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啊？于导演送给我的。你干嘛呀？你干嘛送我爸这么贵的东西啊？我还不起的。爸，咱把它脱下来还给人家。不脱，不脱，不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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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呢？不可以脱的。这个于大爷送给我，怎么可以脱呢？我穿起来多好看呢！难道你觉得婚礼那天我还穿我20年前那套西装啊？那不行吧？我现在是老丈人，还是第一次，一定要穿得体面一点，让你姐姐姐夫有点面子嘛，对不对？我给你买好不好？咱把这还给人家，来，脱了还给人家。你买的我不要，就让叔叔穿着吧。哎，你跟李叔穿着多帅啊！
你站着说话不腰疼？这么贵我还不起呢，别闹了，把你听话脱下来，我给你买新的啊，好不好？不要你还，这身衣服啊，就当是我帮你送给李叔的。对，别买了，到时候钱呢，就从你工资里扣。啊？可以。什么？有你这么当老板的吗？啊？你是有资格安排我的工作，但是你没有资格安排我的工资怎么花。这么贵的衣服，谁买？冤大头啊！哎呀，小玉啊，你忘了吗？你答应我，你要好好工作，要听领导的话，领导说了算。你别那么多意见好不好？行行行，你们都是爷行了吧？我听你们的。哎，我说你来这干嘛的呀？挑拨我们父女关系的是不是？还有事吗？没事，赶紧走。哎，我找你还真有事，工作上的事找你谈。哎，那好吧，那你们慢慢聊，我去把裤子也试一下啊。好好，您再看看有没有合适。没事，我不会出来。有事我也不出来。哎呀，爸！李叔这不是第一次嫁女儿，高兴吗？你也不争点气。哎，对了，你白天怎么不在公司啊？干嘛去了？爸，我先送我们老板出去啊。哎，好好好。叔叔再见啊！慢走。嗯。哎，没什么事，别回来那么早啊。爸。哦。吸在一起。你还记得我以前跟你说过的事吗？原来宋晨曦一直都没有变，他还在坚持他的梦想。我今天在他船上看到好多新的设备，这都是以前没有的。这有什么不好吗？这不正好说明你改变了你自己，也改变了他。是啊，也许正因为这次我没有跟他在一起，他
才有机会实现自己的梦想。以前我们俩在一起的时候，一起出去玩，一起吃饭，都是他出钱。他经常到我家里来做客，看我爸每次都大包小包买好多东西。可我现在才意识到，原来以前他把原本用来修船的钱都花在了我的身上。那是因为那个时候他对你有感情，对于他而言，你比他的船和梦想更重要。看来一直以来都是我错怪他。以前我总觉得他不努力，没有上进心，直到今天我才发现，原来阻碍他梦想实现的人是我。